今天带大家拆解复刻丘大叔的招牌饮品鸭屎香柠檬茶。鸭屎香呢是属于丘大叔的当家产品，它的原料分别是广东香水柠檬、果糖、茶汤。香水柠檬尽量选择广东地区的，还在用子弹头柠檬的朋友注意了，味道差很多。丘大叔呢也用果糖直接来制作，差异不大。我这边复刻的话直接用 F60 果糖来制作，茶汤的水会比较深。丘大叔用的明显是中焙火的鸭屎香，目前市面上呢很多鸭屎香都是普通的条形茶，而且焙火重，味道完全两码。这边用的补给站鸭屎香茶精是使用广东地区的单重品种，具有花香、果香、醇香，它的整体风味还有价格都是比较实在，不踩雷的。下面我们开始复刻。首先，水中放入四片香水柠檬，加入少许冰块，进行隔冰捶打。接着加入40克的果糖，200毫升补给站鸭屎香注入灵魂，冰块补至500线，盖上盖，雪克摇匀。最后倒入出品杯中，这样鸭屎香柠檬茶就做好了。其实呢，柠檬茶的重点在于柠檬的选择跟茶叶的选择上。那么我们是一家生产饮品用茶的工厂，大家如果想要免费的海报、配方、菜单，可以给我留言666。